办公室跳。我们有请早上迟到的四位同学上来表演才艺。我根本没有才艺呀、啊！我啥也不会呀、啊！都没有才艺，这下不会我一个人出丑了。有请我们第一位表演的同学光头。我给大家表演武术，隔山打牛。这也叫武术？大家不要嘲笑，我们光头已经很苦。实在是太厉害了！下一位，眼镜。但是我毫无准备呀。有啥好准备的？随便搞搞吧。那好吧。你是能拿得出手的才艺，我给大家弹一首吧。嘿，接下来。这叫没才艺。没关系，来你擅长的吧，尽力就好。那我给大家换个花